袁姐好，嗨，葛英姐，她在教我说广东话，好难，很难啊，是啊，是很难的，就是是普通话演广东话演啊，到底？当然也是广东话了，我们拍两个版本好玩啊。啊，然后我走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挺好玩的呀。其他组都说的是普通话，你辛苦一点了，因为我希望能用广东话来演。明白。我觉得难的是，比如说我是永寿宫的嘛，所有的剧本都是拍之前的那个晚上才给的，所以呢，我一拿可能就拿几十页。因为永寿宫都是我的地方，但集中在这个景，这七天都是拍他。对，而且既然来参拜我，都是我在说话的嘛，啊，对，不停说话，一直在说，主场说。那我更惨的就是，他们都可以低头想，休息一下，嗨的冷冷，嗨个冷冷，还可以想，下一句是什么，再想一想。但我呢，永远都是这样，嗨一冷冷。做宫里面的女人盛衰荣枯都是要看得不得到皇上的恩宠。是的，娘娘。个人表演每一场戏都是一丁点想的机会都不给我，就一直这样。而且那个台词还是古装，再加上一些广东话连在一起，所以他的剧本到我手的时候半夜我还要改，把他的背好还要改成我能说出来的。第三天我就哭了，我真的拍到崩溃，哭出来。哭出来之后呢，才是编剧第一次相信我真的不行。平时太强了，他觉得你是能应付。没有，我没有挺强，我一直都告诉他，剧本那么实我是做不了的。他们只是逼迫你。对对对，所有人不行，你都行。这个才是最痛苦。终于他知道我是个女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女演员，一点不厉害。对对对，我不是 superwoman。 对对对，他终于知道了。对对对，他就第四天给我休息一下，不怕永寿宫。哦，可以休息整天。嗯，所以我还是很感谢这个戏给我们的那个训练还这个作品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永远观众不会忘记经典。所以我劝他一定要来的原因就是这个，我们为了这个作品我们应该要来的。对，真的真的。我们要不要先对一下，我们试试吧。对对对对，先对一下，是没时间了。摆咗翻去，但皇上可以传召。但皇上好像没传召过你哦。没有讲可有的，没有可有的。欢迎上娘娘请安，让娘娘万福更安，万福更安。你怕我夺了你的圣宠？夺了你的圣宠。圣宠啫嘛，啫嘛，啫嘛，啫嘛。你知道演这种戏的时候，演员之间就是，其实他是在斗的是一个气场，你那个气场是不能输的。一旦你脑子里对方发现你在闪躲，或者你自己的脑子里一旦出现我在想词儿，你整个就泄气儿了。这个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但系皇上，我要宣旨。本宫根本没放过任何人在眼内，给我夺了你的圣宠，不够彪，再彪一点。而且又很赶，我们就在排练厅对了两遍词儿，就去现场排练了，压力非常大。我们首先不考虑你们什么景好吧，我们首先考虑把戏拍完好吗？好的。但从未听闻娘娘宣召侍寝，早已经将娘娘落套牌摆咗翻去。你为什么那么冷静？我一会儿自己感受一下哪句话能起来，哪个会舒服。嗯，虽已歪起，我们再重来那个。预备，三，二，一 ，Action！ 妹妹有话不妨直说，或者本宫可以帮你一把呢。秀女玉莹本是如妃在后宫扶持的对象，却遭人陷害，被如妃当作皇后同党，失去如妃近人。我冇被，你先至有被啊！被禁足宫中的玉莹不甘坐以待毙，伺机逃出，欲向如妃表忠心。内务府都是有心了，孔共呢就分出呢一支体面的绣眼，即刻攞嚟俾娘娘欣赏啊！
听闻啊，皇后嗰度都冇啊，仲系娘娘你得人心。上次皇上派人嚟永寿宫打探情况系几时？上个月差人送嚟一批丝绢，前几日养心殿又送嚟一批贡礼。派人通知外务府，话本宫生完小格格，坐育期满，叫佢哋将本宫嘅绿头牌同时送去养心殿。系娘娘，多谢上娘娘请安，娘娘万福更安。你明知自己有病在身，点解唔留喺延禧宫啊？点啊？病体为愈就咁急去储寿宫侍奉皇后咩？娘娘，有人根本就冇病，请娘娘明察。有人心里只有娘娘，点会侍奉他人呢？每逢天光渐沉嘅时候，本宫个心就唔系好安乐，唔知系点解咧？人生难测，上一刻都好可能是阿谀奉承的嘴，下一刻就已经不知是咪背里插心的刀。求娘娘相信我，相信你，当初就是因为我相信你，所以处处为你筹谋。我为你铺的青云路你不守，你系都要自掘坟墓。你真是以为背里所做的好事本宫咩都不知道？娘娘冤枉啊！有人从入宫至今处处不厌欺负，如果唔系娘娘体恤，早已经唔知死咗几位啦。娘娘，有人心里只有娘娘，绝对唔系皇后娘娘安插嘅人。娘娘，如果我有半句谎言，必遭天诛。甚至系。娘娘，你下人中之福，当然只不过是只雀鸟，百鸟朝凤都要着着娘娘左右的。本宫想告诉你，只要意志坚定，才可以在这个宫里面活得长久。玉莹，其实你是真病定是装病，本宫根本就不在乎。不过在六宫里面，本宫最讨厌的就是妄图同我争夺皇上宠爱的女人。你刚刚跟我说你一心向住我，别无他想。咁你呢一副面容？